昨天2000多斤的英国大力士一拳就把我全身打骨折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他一看，哦，原来打错人了。我妈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劝这位大力士耗子伟之。年轻人要大帅点点，嘿，大力士要有钱的脸。听我说，我原兄弟天下无敌，中国民族最牛逼。一代宗师的门徒，太极功夫兵最早，身手妖精好斗，泰拳妖精好斗。中国武术最精，中国武术大火最精，小小的左手要为尊严战斗。风雪雷公闯民军，智雷兵最能把民族民众带领中华功夫冲出亚洲。几个兄弟为山大黑毛亚洲，七座山河梦中神州的山有归宿。谢谢朋友们。